冷静了，你别生我气了，那个就当是补偿你的小礼物好了。我甚是喜欢你今日这套装扮呢，这正是妩媚深藏，行侠路，柔情俏眼，玉剑锋。 云台之人不得动心动情，也许自白居真的一眼，我就已经输了。真希望这一切都早点结束。我想和你就这么守着，管他外面的纷纷扰扰。 东家，何掌柜，你看看这件衣服，是不是还算上乘呢？他反正就穿过一次，不如给天狐。是，天狐凭什么穿别人的旧衣服呢？哎，这些都扔了。东家。 定元丹啊，好东西，千金难买可治百毒，我留给金师娘。啊，对了，柯掌柜，他走了你也会有好处，你底下那个屋子小，从今往后你就搬上来，就住这一间。我说真的，好了，今日我也累了，我回屋休息，你万万不可打扰。啊。